王一博，来，掌声欢迎，欢迎，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欢迎再次回到我们的舞台上，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你好，你好，新年快乐。哎，王一博跟大家介绍一下，在新的一年里啊，有一些什么样的新的作品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是的。这个事情非常让我非常的开心。在新的一年里，由我主演的电影《无名》会在大年初一跟大家见面，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部电影。然后我也希望大家能够去电影院里多多支持这部电影，谢谢大家，新年快乐。这真的是一个超级大的惊喜。今天王一博为我们东方卫视的观众特别带来了一段电影《无名》的花絮，我们先睹为快。的作品，我们期待这部影片精彩上映，同时也希望在新的一年里呢，大家都有精彩的表现。此时此刻，跨年时分即将到来，那我们要再一次有请我们所有的演员来到我们的现场。此时此刻，我们要将心中的千言万语化成最美的歌谣，欢迎各位朋友们。新年的脚步声越来越近了，我们请各位嘉宾再次来到我们的舞台上，让我们在时光流转中留下一曲光阴的故事。有请各位。现在我们离2023年又更近了一步，让我们带着所有美好的回忆，然后带着我们对新的一年的憧憬，共同来唱响这一曲光阴的故事。看到我们的每一位艺人朋友手中还拿着美丽的鲜花，是的，欢迎各位。好，这个鲜花是我们要送给新的一年的礼物啊。不过待会儿我们会来揭晓每一个花的花语到底是什么，这里面饱含着每一个艺人的满满的祝福。那接下来的这个时间，就是我们留给2022年的最后一首歌，来，请各位做好准备，《光阴的故事》。
幸福时刻，更是我们绽放希望梦想花。新人电解质水对本，各位都看到我们每个歌手的手中呢，他们都拿了一束花，其实花是有花语的啊。来，一博来讲一下你的这束花的花语是什么。是希望大家能够平安健康快乐幸福，热爱生活，感受生活，谢谢。好，来，那我们其他时代少年团的成员们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们手中的花的花语和你们的新年祝福好吗？来看一下老萧手中，来，哇，这个好特别的花，你给介绍一下。哎呦，好，问黄霄云，你手上的花，便宜点。来，虎子手里拿的是啥？哦，我这个是有钱花。大元，张远。我这是现在全场的朋友准备好了吗？我们马上就要迎接新年了，还有最后的十秒钟，跟我倒数，十、九、八、七、六、二、一，新年快乐！新的一年，那也要提醒各位上微博搜索东方卫视。东方卫视期待着在新的一年里面继续陪伴在各位的身边，把我们的最美好的祝愿化作我们的一个又一个的门。一会儿再见喽，稍后再见，稍后见。